就是觉得难过，但是不至于摔死。有啊，也有要摔的，挺过去的。对啊，那就是地形凹凹凸凸而已。很多熊，很多玩偶在那。那我看到了，那是浣熊吗？是啊。他跳到窗户拍那么大。因为他绑死人。切开的那个，两个都破的，它不止上去。怎么说它玩偶玩的时候不要换？上去的话就有人会被，嗯。好了，我看就是来这一趟，意外体验冰雪馒头，那刚好就要回去了。1:47，坐到顶大概。就滑回去了。对，就要滑回去了。这跟我的计划时间差不多。对的吧。我们到旅馆可能是2:40吧。那车子不是4点吗？那3点啊，我希望是3点以前到。那我觉得我回去很快耶。好，休息了。再努力的推推推，对啊。是一样一格电。有在充吧？嗯，应该是有，不然它不可能撑那么久。哎呦，刚投人死了！我刚投了很准，我觉得我天啊，叫他头痛，叫他头痛。嗯。我吹冷风就是不行。嗯。手机一直在叫，看看是什么。啊，不会有人找你吧？不会。那明天中午要去吃那个。哦。哎，分钟。啊天哪，我忘记换鞋上了。难道有人把我那个买走了吗？昨天有人说我500买可不可以？今天又给我会弄讯息。啊，你到底原本卖多少？600还是700？但是你的运费要多少？普通平信寄吗？换季换的啦，一团乱的圈路。没有啊，感觉好像有人买了、欸。嗯。他叫我去，我卖699啊。领取画面，有人买了。想想看，今天晚上我是打算用一个信封，然后那个泰剧，嗯，哎，是说吃到一样的东西啊？什么？他说跟那个米诺吃到一样的便当。哪种便当？摩托的锅就是水炊跟摩子锅，对不对？应该、啊。
试看，就这样。假如我们快到，其实2:20就到，在收的时候我就顺便看时间表，我们可以赶早一班。但是赶早一班，我真的我就顾行李，喝咖啡。喝咖啡？你要喝咖啡？也不是喝咖啡，就是看到底哪里可以坐着。好，急急忙忙，急急忙忙。
前面左转。打嗝了吗？准备了，哟！台乗りの後からレイちゃん、じゃあ俺が一人だわ。結果他们不是来这边，他滑下去稍微打台在那边笑。志贺高原Resort开发，哦，好多雪啊，扫一扫很多，下下下，下下下下下，嗯，两点半目标，然后坐一次，然后坐好几次缆车嘞，两次。Family 中间一次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样，拖到了吗？有拖到，没有礼貌的，不太跟你说谢谢。是啊。你就让他们先了。那个家伙竟然左右脚敲打雪板，他掉一个就糟糕了。他刚刚他这样啪啪。
这个缆车就很慢了、啊、所以两点半可能还是到不了，不知道去程。你说我们去奥智赫只要五十分钟就到了，但是去程的缆车拉上去的那一台，我们从 Family 出发冲过来，接着坐坐三只神快的，三只神是五十分钟，是三只神开始的五十分钟，对啊，然后这一路冲过去，然后王子那也是快的，然后坐坐大缆车也是快的，接着一路就切过去，还是贡多拉大的，坐了两次贡多拉，那个快是因为坐的不多，但是回来就没那么快了，都是缆车在吗？我要要坐三趟缆车加走路，再滑下来。对啊。如果不坐公车的话，坐公车。公车就要看班次啊。嗯。所以也没有说一定快。嗯。还有就是这里走出去都有点远。你这样讲的话，如果刚刚刚好有一班公车，确实是最快，但是好像也用不着特别这样，为了临时，不是，为了你要吃的东西提早。那床还在那的时候，我来把那个所有零食柜的东西拿出来，全部整理。嗯，好。好。看来我今天要多做的事情就是还要去寄那个票。对啊，有人买了。但是你要什么东西寄？信封一个，我们家里信封还有吧？还是那个也被用掉了？还有啊。对啊，就是那用一个信封。用平信寄啊？不是平信，一样是拿去 Seven， 然后用。不会运费就超过了、啊？有没有信这种 type 的寄，好像只要210。才卖500、欸、我卖699。别人卖多少？别人卖什么？你就是银海拱多少两张？对，卖699。对啊，我都便宜的。别人卖那个什么？你有跟他说只能做一次哈？那票券面上有写啊、嗯，而且上面还写不能拿来滑雪。真的没有过期的问题哈、哦，是同季的，应该是没有吧。而且重点是其他人也这样卖了，对啊。要是其他人买了，发现只有那两天可以做，那不就糟了吗？他们怎么会被带来这边？我觉得很奇怪。难道他们用这个来教学？然后大概坐就充满的回去，对啊，不行。但是这种坡度应该从头到尾，披萨应该都不用担心，他可以带这么多人，不用救人。有的坡度是救人比较麻烦。你现在就没有起雾了吧？嗯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比较冷一点，然后风向是从背后吹过来，帮你散了点热。风向好像改了呢。乱吹一下。早上的话，在 Family 是从那边吹往这边，风向是这样。那个是在教学还是怎样？没有，不是教学。我刚刚看他右，刚刚看他右脚抬超高，他在示范抬脚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亚布，亚布，亚布，好了，去逢场。秋天，哇，嗯，不对，那边要买的话是小谷村，那边不是白马村。我就是说，又再买一点葫芦沙头。
在哪里住？你确定他可以住？那就确定他家。几乎都可以。我去查一下。白马村比较大方，他都说因为 Corona， 所以我让你有效期限两年。然后大部分其他的都说有效期限是一年。好慢的缆车啊！下车时大概是2:24了。敲两下，他们是深绿色配饰，叫什么什么 Sports。对，我要把那个东西放在最下面，什么东西？最中间跟最头最重。我的话觉得都是，我觉得头盔我都放最下面。因为最上面它就很容易东倒或西歪啊，或中间又太那个雪板比较厚的地方。走到我们左边。他在挥什么手？有人在那，走了走了走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有帮我们拉住我，超轻的。真的是40分吧。我是手有爬树看不到，十二月还要坐车。
坐中间车又慢慢的，然后滑过去，然后又要喘个半死，要走路。不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看，一只赖 family 是 key 场，嗯，太漂亮了。嗯，这一间有监影旅馆。他 live camera 就，我觉得打嗝。嗯，我中午吃什么？汉堡跟那个。就我觉得打嗝怎么像饺子？哎、欸，要坐中间的话，要越过那个栏杆。嗯。好。反正这也是推回去啊，这滑。都是要推，对啊，只是告诉你要推远一点。因为坐车的学生比较多。哦，怎么现在学生这么多？嗯、学生好多、哦。坐啊，坐中间啊。出去两倍速的缆车，上面情况好差哦，嘻嘻嘻嘻嘻嘻嘻，怎么现在人那么多啊？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一点，那吃饭，他们在吃饭吧？嗯嗯，放一下。好差，最近怎么都很差？对，那种急刹车感觉要把人丢出去的感觉。转一下，对呀、啊。过来。嗯，人很多。我看到啥？三只内大。那上次我们吃的拉面嘛，大什么轩？大四。志贺高原奥林匹克火车。真的啦，差不多。四十到旅馆。又不给我，又跟我讲，那个车子是几点？怎么叫不跟你讲？我昨天就问你这个问题。对啊，好了，我忘了没？对啊，就你不跟我讲。其实这算慢，我们是应该做学生的。你说那样子也是过去，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吗？好像可以，因为那个下来的地方比我们红线出来的地方还高，所以我们红线出来都切得过去了，那边下来也一定切得过去。你说花的时间哦，很难讲，但是我们还是比他们快。有吧？超过车了。对啊。再加上排队的人数，
应该差不多差不多，坐右边跟坐这边差不多意思。你在缓慢的超车口。对啊。今天的学生好多。嗯。那么带来那么多班，每一班在一个地方教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别动。搓搓手。Annoying, you know.反正这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。你看哦，看他们滑行的特征，就是啊，双脚开开，但是那个板有左右摇晃这样。有左右摇晃吗？就是这样啊，这样，在抖。那这个是坐刹车，然后也有点左右摇晃，有没有？嗯，左动。对啊，咻！超车过去了，很多椅子冲过去了。啊，好远啊！那兔子往哪一个？哦，十二吗？十二分之八吗？那我们应该十二就到了吧？像一样，跟早上出门时一样。满意，我觉得我对于坡度的感觉，我怎么在我眼中看起来以前你都下了有一阵，然后我还在那边考虑半天的坡，现在都觉得什么啊？我比你早看清那个没什么。没有，因为哦，我那个时候用的刹车法，我可以下，但是很累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好累哦，很不想下这样。现在的刹车法没那么累。你知道你那时候在上月上很久吗？啊？你知道你那时候在上月国际在上面站很久吗？上月国际哦，对啊对啊。超久的，坐你在干嘛？天啊，觉得那很陡啊。没有，你在干嘛？好陡、哦。其实就还好。没有啊，那个好陡。哦。你是说你们那时候怀疑我在干嘛？对，你们猜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是雪板掉了还是什么？你们做了一个猜测，我忘记是什么了。就不知道你在干嘛，你搞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一直在盯着他看，其实受不了。而且那时候我还千挑万选，要挑左边还是右边，想说右边好了，结果右边好像更陡。上的、啊，右边就是平平的拉远一点，那你前段平，后段陡的就更多啦。然后左边的话好像有点凹凸，然后我又觉得左边有凹凸也不大好，千挑万选都觉得太陡了。零一一，那这样子推推推。补血补血，
他那里颗粒还是很多呢。你站上会好一堆颗粒，哎咻哎咻。不过至少是粉的吧，抖一抖还蛮干净的，很好。鞋子嘞，也还好。好了，哎，我有开吗？